总能听到一些人的抱怨，我又被谁欺负了？为什么被欺负的人总是我？我不是个坏人，我从不招惹别人，甚至我总是很热心。别人的要求我从来不拒绝，我遇到什么冲突都是息事宁人。大家都说我人好老实，可是被欺负的人却为什么总是我？有的人就是太过随和，什么都好，所以常常让自己陷入许多麻烦事。今天要分享的塔罗个性分析要测验的主题是：旁人眼中的你是个好欺负的软柿子吗？请在心中默念这个问题三遍，然后从下面的四张牌中凭直觉选择一张最有感觉的牌。招股规则：请在心中默念这个问题三遍，然后从下面的四张牌中凭直觉选择一张最有感觉的牌，选好往下拉。